好嘞，肚子好饿啊，刚工作完了，吃个东西。现在要量体温哦。43。为什么啦？我只是穿太多才会变43度啊！而且为什么你要这样搞我？我都没怎样，而且你还没戴口罩。我不管啦，为什么啦？我要打110哦。哔哔哔！先生，你没戴口罩，要罚钱，我要把你抓走，而且还闹事。哼，